万水千山中环，起居风急雨翻，豪气吞吐风雷，饮下双杯雪盏。独闯高峰远滩，人生几多个关，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来限。曾想痴爱相伴，一路相依往返，谁知心醉朱颜，消逝烟雨间。谁忆已无限，别万山不再返。我帮你夹啦。你唔好发脾气啦。我知你对我好，但我对眼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同你医翻好对眼。你真肯帮我医翻好我对眼？但系我唔知你中咗咩毒，中咗我师父嘅红眉药。只要有一对眼，咁就可以医翻好噶啦。一对眼？系。只要一个功力深厚嘅人肯送对眼俾我，咁就得噶啦。我就等唔到乔峰噶啦！唉，我哋嘅陀主去咗士丹文，乔峰都去咗咁耐，我睇乔峰佢一定唔会嚟噶。乔峰系一个大仁大义，佢一定会嚟嘅。唉，嚟！你仲记唔记得当日杏子林大会，我哋大家点样对乔峰得啊？不过就算乔峰嚟与唔嚟，我哋今晚都要会慕容博噶。错，我哋应该好好地部署下。三大弟子，系，你哋兵分三路包围杨家墟。系，你哋安嚟。比起打狗棒，系我哋丐帮嘅圣物。就算我哋丐帮弟子死晒，都唔能够俾佢落喺慕容博嘅手上。都未交手乜，你就打定输数啊！唉，陈长老，你唔好自欺欺人啊！我哋丐帮嘅劫数系逃唔过嘅。而家唯一嘅办法就系将呢打狗棒唔好落喺佢哋嘅手上。不如我哋暂时假意招降。留得青山在，我哋系中原第一大帮，只可杀，绝不降嘅。陈长老，不如我哋将打狗棒收埋，你同楚长老死都保住佢。至于今晚去会慕容帮，我同吴长老去啦。好，我誓死都要保存呢支打狗棒。呢支打狗棒收埋喺边度，
只系我哋四个人知道。为咗表示我哋嘅忠诚，我哋滴血盟誓啦！想通未啊？冇用，老贼，你死咗条心啦！我哋丐帮宁死不屈嘅。唔好讲咁多，将打狗棒交出嚟。就算你杀死晒我哋啊，都得唔到支打狗棒噶啦。亦我者死。搞到今日咁嘅田地啦，陈长老你放心啦，会冇事噶。崔竹子系鬼帮嘅朋友啊，请问你原来虚竹先生刚才慕容博佢派人嚟抢支打狗棒，先至会误会虚竹先生嚟，真系多多冒犯。唔紧要，佢嚟过咩？系长老同十几位兄弟正喺杨家墟同慕容博佢哋打紧，我因为要护住支打狗棒，所以冇去到。啊，求虚竹先生你出手相助。我正想去找他，劝他交回老像给少林。慕容，你放心，我是没事的。我想这位姑娘都不适宜去冒险，我看她留在这里会安全一点。那好啊，麻烦你照顾我的妻子。你放心，今天要小心一点。我会的了。我去。天价不留。少林弟子兼六玉匠人见方丈，仲跪低。我已经娶妻，再唔系少林和尚啦。
真系要帮呢班丐帮。啊，在下不敢。我借咗老先生你，还翻老像俾少林。你有本事就攞啦！楚某愿意追随老先生嚟，好，信我借枪，将打狗棒送过嚟。望老先生封在下做丐帮副帮主，得。由今日起，你就系丐帮嘅帮主啦。孟姑，你冇事啊嘛？李生，你就是西夏公主啊？系。好，你哋走。西夏公主，你系西夏贵人，我系大燕为娘，我唔会杀你哋。快啲走啦！前辈，请你放埋丐帮嘅兄弟。你自身难逃。仲要救人，呢班客要我杀紧嘅，非佢归顺我哋。你哋见到帮主点解仲跪低？参见帮主，参见帮主。个个都跪低。点解你？我系某人，唔会怪你嘅。系，系长老。祝先生，我哋丐帮注定难。之劫，而家我哋正系困龙无首，枉有十八帮众，但系好似一盘散沙一样。我请求你，帮我揾乔峰翻嚟，再做我哋丐帮嘅帮主，希望佢能够兴复为丐帮。拜托。对不起，海长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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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唔到丐帮嘅人啲咁嘅英武，风浪，海勇，你仲唔走？走吧啦！阿爹，虚竹系我哋心腹大患，点解要放走？我哋收服大燕已经有啲眉目。何必仲要同西夏结怨呢？少林嘅六玉像、丐帮嘅打狗棒都落喺我哋手上，我哋应该上薛丹揾耶律洪基。我哋饮杯酒。好，果然好酒量啊！够唔够？大王，你咧？你真系识得一个用剑起嚟同人哋斗酒嘅人？听我三弟段誉，
系一次机灵巧合，佢学咗六脉神剑，仲同我斗争添啊！系真嘅，真系妙极妙极。大雄，饮杯。系啦，嗰位段公子就系钟灵郡主嘅大哥。好。系咧，灵儿，你嚟咗几日，仲有冇挂住段大哥？ 好啦，喺呢度可以打猎牧羊，都唔知几开心。打猎牧羊，喂，唔咗个人啦。你个样真系似阿朱，但你嘅性格就似阿子多啲，机灵活泼。我都想见下阿子啊。 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萧兄弟，我哋系结拜兄弟，唔使行咁大礼啊！谢皇上，你哋起身。谢皇上，你就系钟离。你系薛丹皇帝啊？果然系机灵可爱。呢嚿肉。 就当系我嘅见面礼。多谢皇帝。我今日要同萧兄弟痛饮一场，你哋都一齐。你哋点解唔饮啊？系大王。 正话我喺出边听到你哋谈笑风生，到底喺度讲紧啲乜嘢？我哋讲紧我喺中原同人哋斗酒嘅事。喺中原斗酒嘅事，我有事要同萧兄弟商量，你哋退下。系，皇上。灵儿，你都出去一阵。哦，我出去玩啦，皇帝。 萧兄弟，你自幼喺南蛮度长大，到底南方系咪真系比我哋薛丹舒服得多？我系江湖中人，四海为家，南北都系一样啫。神蒙皇上，你唔记得我哋系结拜兄弟咩？一时冇见啫，点解咁生保啊？做皇帝。 反而唔能够结交几个推心置腹嘅英雄好汉。有时我心里边谂，如果能够同萧兄弟你闯荡江湖，你话几咁开心？皇上，你仲叫我皇上？大哥，你好似唔开心咁啊！萧兄弟。 如果做大哥嘅做咗件对你唔住嘅事，你会唔会嬲我？大哥点解咁讲啊？我敬你一杯。听讲中原丐帮好对你唔住，你有冇谂过要报仇？ 丐帮因为我系异族人，冇俾我系做帮主，系好合情合理。我冇谂过报仇。好，果然系好汉。我敬你一杯。
阿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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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子呀，阿子。我哋好少咁高兴，大哥既然咁有兴致，神随时可以逢，不如我哋去南郊打猎啦。啊，南郊离大宋咁近，神怕伤咗两个和气，已经唔俾下属去打猎嘞，连草谷都唔打。神已经禁住，萧兄弟，为朕破一次例得唔得？大哥，咁好，朕今日就唔去打猎。嚟，系大王，带佢哋出嚟。系，系，咁嚟，系我哋，我哋。大哥，嗰啲人系冇罪噶，求你放过佢哋啦。好，咁我就唔射住，让俾二弟先。嗱，如果你唔射嘅，我就射噶啦。大前中功，神罪该万死。起身先啦，谢皇上。大哥，正话嘅事唔好记喺心上边。区区一把弓算得系乜嘢？呢个江山都系我哋两兄弟，大哥言重。当日楚王作乱，如果唔系得兄弟你，我已经横尸沙场。大哥待兄弟恩重如山，萧峰万死难报。你真系我个好兄弟。记得30年前，父王曾经带我嚟呢度。佢向南指点我南宋嘅锦绣山河，薛丹嘅列祖列宗都想将南朝列为版图，但系好多次都失败。今次天命由归，注定由我耶律洪基承此大业。大哥，你想南征？南宋太皇太后主政咁多年，我都冇把握南征。今次太后病重，只要佢一死，我就挥军攻打汴梁。大哥，天赐兄弟助我，霸业指日可待。皇上，起身先啦。微臣恳请皇上，为咗千万生灵着想，千祈唔可以南征啊。萧峰，你到底系薛丹人抑或宋人啊？我萧峰永远忠于大辽，如果大辽有难，我赴汤蹈火，尽忠报国。你今日三番四次为咗送人嚟顶撞我，萧峰罪该万死。朕今日只有南征之意，你就迎我。如果我誓师南征，咁你咪要杀我。萧峰不敢，求皇上准臣辞官，归隐山林。
朕已经决定南征，你翻去好好地咁谂下啦。你边个啊？点解你会喺度噶？你系边个？我系紫郡主。阿紫，系呢间房嘅主人。我唔理咁多，总之咧，你霸咗我间房就唔啱。阿紫，姐夫，攞解药出嚟。姐夫啊，我翻咗嚟，你唔开心咩？你仲咁顽皮，唔攞啲解药出嚟？哼，我系唔攞啊！你成日都系咁嘅，成日识得帮住啲外人嚟到虾我。你知唔知嗰个系你家姐嚟噶？我知啊，我仲知道佢样生得好似阿猪添。咁我对眼而家已经好翻晒，可以睇到嘢啦。你又知唔知啊？你对眼点样医好啊？系嗰个油毯子挖咗自己对眼出嚟送俾我嘅。油毯子咧，就系嗰日上少林。嗰个叫做庄聚贤嗰个啊，庄聚贤，聚贤庄，啊，佢就系油毯之嗰个咁嘅丑八怪啊，烂虾毛想食天鹅肉喎，我见到佢想作呕啦。人哋个样虽然丑样，但个心比你好百几倍。佢而家喺边度啊？嗰个咁嘅丑八怪啊，佢画一对眼俾我。咪变咗做盲工咯，跟唔住我，我抌低佢喺中原啦。姐夫啊，我系特登翻嚟陪你噶。我唔使你陪，你快啲去揾佢。姐夫，小郡主，有一个叫做油毯之嘅人嚟揾你喎。个死人丑八怪，居然嚟到呢度揾我，你话佢知啊？我唔想见佢。你仲唔出去？我系佢杀父仇人，我唔方便见佢啊。姐夫啊！不如你帮我杀咗佢啊！尹章，你快啲出去，咪住，攞啲解药出嚟。丑八怪。你嚟揾我做咩啊？系你阿紫，讨厌。阿紫，求下你，你俾我留喺你身边服侍你，就算做牛做马我都甘心情愿。你而家盲咗啦，废人一个有咩用啊？你啊，头先仲累我俾姐夫闹添啊！你两个同我杀咗佢。郡主，大王吩咐我哋唔可以杀宋人。丑八怪，系咪我叫你做乜嘢你都肯做啊？系，系。好，咁你同我杀咗呢两个侍卫。郡主，郡主，嗱，而家呢个宋人咧就向你袭击啦。咁你杀咗佢，大王都唔会闹你哋啦，系咪？丑八怪，点解仲唔听我话喐手啊？
阿子。阿子，点解你要杀我？你问我点解要杀你？你知唔知啊？姐夫要我成日陪住你，你知唔知啊？就系因为你，我唔可以同姐夫喺埋一齐。原来又系乔夫。不过能够死喺你手上，我都心满意足。你。世界上有啲好似你咁独立嘅女仔，你简直唔系人啊！姐夫，你连一个对你咁好嘅人，你都要杀死？咩？你以为真系我杀死佢咩？系佢自己同嗰两个侍卫自相残杀啫嘛。其实呢个人啊，就算真系死咗，你都唔需要戥佢可惜啊。如果唔系佢同全冠清将丐帮搞到乱七八糟，丐帮啲兄弟又点会咁容易俾慕容博打到一败涂地啊？吓？呢件事系咪真噶？姐夫，乜你真系一啲都唔知噶？嗰班乞衣仲会派人嚟士丹揾你帮手添啊？启禀皇上。有位慕容博叩魔字要叩见皇上，带佢哋入嚟。系皇上，就系挑少林平丐帮嘅慕容博，佢点解嚟咗呢度？大烟慕容博，慕容博叩魔字，叩见皇上。大烟。在下就是王燕敌人，请起。谢皇上。今日在下拜见皇上，就是有准备进贡于皇上。是什么？就是大宋。大宋。虽然慕容先生在中原武林叱咤风云，但系讲到话能够将大宋嘅江山落入手里边，咁就未免。啊，皇上，你唔信就系有咁嘅本事咩？睇住，慕容先生果然神功盖世，不过。匹夫之勇在茫茫沙场上边又能够起几大的作用？绝世神功，加上周详的计划，南宋走不穿我的五指关，只争就皇上你有没有兴趣啫？愿闻其详。嗯，如果皇上今次去南征，第一件事。就要消除咗后顾之忧。南宋虽然系积弱，但系要打佢啲起全国之师，我惊住以域乘机蠢动，而起兵嚟进犯贵国。大利咧薄小兵弱，讨伐又离此太远，两者都可以不理嘅。如果皇上你肯同我合作，我自有妙计。消除咗薛丹对皇上你嘅威胁，你有把握？嗯，贫僧系讨伐第一国师，呢啲咁嘅小事，皇上你少担心。我有一件事要问问皇上，如
我哋起兵最忌嘅系咪送兵？南宋素来重文轻武，根本就不堪一击。我最顾忌嘅，反而系中原武林嘅两大底柱——少林同丐帮。在下已经系丐帮嘅帮主，而且少林喺我掌握之中。少林嘅碧玉掌，皇上，如果你肯同我哋合作，唔单止嗰班乞衣同和尚唔反对皇上，仲会帮皇上添。南宋气数已尽，慕容先生果然妙计。皇上即系应承咧？你要咩条件？如果攻城之后，大宋当然系归你，我只要征兵50万，重兴大燕。啱，合理。皇上，你果然爽快啊！启禀皇上，南院大王求见。嚟得啱，马上召见。系，皇上。我呢位南院大王英明神武，如果派佢领兵攻打大理，必然一举成功。参见皇上。好兄弟，我同你引见。我啱啱同慕容先生商量紧霸业嘅大计。我以前劝你出兵攻打大宋，你唔肯啊。我而家要你驻兵西夏，你唔可以推辞。西夏，万万不能。我叫你打大宋，又话唔得。我而家叫你打西夏，你又话唔可以。你心目中到底有冇呢个皇帝啊？西夏嘅虚竹系我结拜嘅好兄弟啊！我今日你结拜大哥啦，大哥。我本来要有一件事问你。但是现在不用了。你杀我丐帮兄弟，今日煽动我大哥攻西夏，你不仗，我今日要同你输。好，我老早就想见识下你降龙十八掌的威力了。举手。你是我的好兄弟，慕容先生他们是我的好朋友，有事慢慢商量，何必动武呢？神高见。皇上，你这位南院大王赞成我哋出兵，怕佢会破坏大事喎。大哥，阿子咧？头先有薛丹皇帝派人嚟叫咗佢去啊。启禀大王，皇上有事叫我转告。咩事？皇上要册封阿子为平西公主。平西？皇上话，佢话穆贵妃好挂住平西公主，呢次佢哋相聚，佢要留公主喺御宫住翻一年半载。究竟系咩意思啊？皇上又讲，佢话请大王你放心，公主喺御宫系会好安全嘅。佢话除非系有人逆旨啦。即系话，如果我唔带兵攻西夏打大宋，佢就杀咗阿子，真系岂有此理！你出去先。是。
之道，还施彼身。是日午时，血战后生。慕容婆，大哥唔好去啊！身受旧恨，就算佢唔嚟揾我，我都要揾佢算账。唔好啊！我听阿子讲，佢啲武功好犀利嘅。万一你有咩不测，边个陪我放马牧羊啊？区区一个慕容婆，又点杀到我啊？真嘅？不如咁啊，你带埋我条蛇仔去啊！我训练咗好耐噶啦。打狗棒，乔峰，你果然守信。如果你唔系要坏我伏烟大计，我点都唔舍得杀你。当年你放假消息，而家攞咗我丐帮嘅打狗棒，我要攞翻。万水千山中横，起句风急雨翻，豪气吞吐风雷，饮下双杯雪眼。独闯高峰远滩，人生几多个关，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来限，曾想痴爱相伴，一路相依往返，谁知心醉珠难，消逝烟雨间，谁忆